今天咱们讲那个紫薇花的画法。紫薇呢是夏季的一种灌木花卉，它这个花呢也属于是五瓣花，但是它的五瓣花呢这个花型非常碎啊，它不像梅花桃花一类的那瓣非常整，它相当碎。那么画起来呢这就是基本是按五瓣花的画法画啊，但是就是咱们在画时就不要画像梅花画那么整就是啊。另外它那个这个称枝条状的啊，这抽条有点有点近似迎春的意思啊。那么它叶子呢都在一个枝条上头，那个枝条尖上呢是开花啊，这是那个它那个花的结构。另外呢就是紫薇花呢颜色也比较多啊，咱们常见的就是以紫颜色的为多啊，那个这个紫颜色有发红点的紫啊，有发蓝点紫啊，也有白颜色的啊，这个有那么几种颜色，但是那个这个画起来的咱们还是根据画面需要来掌握颜色啊。这个紫薇呢这个花呢很平常啊，而且尤其夏季哪儿都有，尤其我们天津市马路边上就很多啊，到了开花时非常漂亮啊，也非常适合这么那个结合到画面中来啊，尤其是因为夏季花卉它比较少啊，所以紫薇呢就是在夏季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花卉，也适合配合花鸟画。那紫薇的画法呢，咱们一般呢还它是根据咱们以往的那个经验吧，大部分还是先画枝条的，因为它一直以枝条为主啊。那个叶子呢它是也是像鸽子叶，它叶子也比较厚，所以咱们一画紫薇呢一般呢也只画主茎就行了，因为它叶子也比较小不是很大的，而且它叶是互生的，它不是对生，它互生的啊，是一单叶状的，它不是像五粗啊三粗啊，它不是啊，它就一个是一个的啊。那么画下来这么根据画面需要的，如果这么这个我这个画面我就是以紫薇为主啊，或是以浅色鸟为主的，那我们画是叶子你可以用墨啊。另外呢如果咱们画以鸟为主的啊，以紫薇为辅为背景的为配景的啊，那么这叶子最好画带颜色的，叫做色落降浅点，它那这样的可以调整那个画面的那个色度的对比和那个和比例啊，这样咱们的画是注意性。花呢就是可深可浅啊，这个颜色的咱们根据需要啊，就是愿意重点就可以重点，愿意浅点就也可以淡一点，这都可以啊。下边我也画画。这个枝条的呢，这个墨色呢，可浓可淡啊，这都咱们自己掌握啊。但是不要用最重的墨啊，它不要最黑的墨还是不好啊。咱们先画枝条的哈。它基本是成条子状哈，下面那个画叶子哈，叶子呢，紫薇叶子不是很大的，那咱们画在画的时候掌握时，不要掌握太大，就基本那十五大小就可以了哈。它叶是单个叶啊，而且它这叶基本都长在一个枝条上头。
那么勾冶金呢，这么你就拿重墨的勾足金就行了哈。下不就可以画花哈，这现在画的是稍微红一点的哈，红点一般都是用曙红啊，挑胭脂就行了。点的时候哈，把笔把它捻开，成散风状哈，它这个就瓣它是碎的哈。那个花画好以后，咱下面画那花苞啊。这个紫薇的花苞呢，呈球状的啊。一般画的时候，先用藤黄调成嫩绿啊，黄头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黄头绿哈、啊。然后再挑。竹标也行，调洋红胭脂都可以哈，它就是花苞呈球状的哈。到画上把它画圆了就可以了哈。然后趁着湿啊，在那个花苞的那个花苞的上面，因为它是有分裂啊，一般是分成六个裂啊，所以这么画的时候，用这么一板就画四个就可以了啊，画湿它是可以，实际它应该是六个啊。
真要等单薄把格画出来啊，然后这个等花等花干了以后，再用胭脂加点墨，然后再点花蕊。花蕊和梅花非常近似哈。然后咱们再用那个刚才画花的颜画花的颜色把它降浅，然后看哪儿还不足的哈、把它补足，包括有些空白的地方不完整的地方。就叫它形象进一步完整。这样呢，它一进一步颜色的变化，另外这你可以这个被颜色适当给湿一点，可以增加它那个湿润的感觉，这个花和画面呢就更完整一些。那么呢，这幅这个紫薇呢，就算可以完成了啊。咱们再画一幅哈。如果是这个咱们和用紫薇作为配景的话，那么这紫薇画出来就可以适当的降浅一些啊。那么我们画的时候还是那步骤，画枝条之后，然后画叶子啊。如果咱画颜色叶子，还是用藤黄调花青成草绿状哈、然后笔尖再调墨哈、成墨绿状的哈、这个紫薇花它叶子在枝条上成串啊，一串都是叶子啊。
然后这么过，用墨勾叶间，叶间还是就勾足间就可以了啊。下面咱可以画花了啊，花花又画紫颜色的，咱们还是用曙红或是胭脂都可以哈、啊，用曙红胭脂，然后跟头青调，就是湿青哈、啊。这个点花真是采用搓点就可以啊，这种点法就搓点的。画包鸟画法还是一样的，就用淡草绿哈，然后调朱标型、调胭脂、调曙红都可以啊。然后画这花苞，其实应该是这边是成米字，应该是六列是吧？咱这一般画的就简略了，就是。然后它的这个六粒，然后裂开以后，花就开出来了啊。下面这点花蕊啊，点花蕊的方法和这个上图基本是一样的啊。如果花色比较重的话，那这么胭脂里头可以略调一点墨啊。
写完以后，然后还用紫颜色，跟那个上图这个画法是一样的哈、啊。把这个花不足的地方啊，把它收拾一下。这不足哪儿，就形不完整的哈、啊，或是有些空白处。这样才使那个画面更进一步完整。枝条的部分，如果这么感觉哈，也可以用那个用点草绿哈，把枝条的略草绿把它显示一下。另外叶子啊，不足地方也可以用草绿把它补足一下，就是画面进一步统一完整。那么紫颜色呢，就可以这么画。如果咱们想画白颜色的哈、啊，白颜色咱们就用点颜色纸，浅灰的还是这个带一点颜色，要直接用白粉，跟这方法跟它一样，拿白粉直接点就可以了，就成白颜色的。那紫薇花呢，咱们就讲到这里。下面咱们讲织姬的画法。织姬呢是织姬系列的这个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品种啊。织姬呢俗称叫三姬啊，这学名叫织姬。织姬的特点呢，它就是身体比较矮，比较胖啊，也是咱们常吃的一种品种啊。这个也是一种野味吧，是吧？但是那个织姬呢，它颜色非常漂亮啊，所以咱们那个长期就被咱们自古来就被花鸟画摄到画面当中啊。这个而且颜色各方面都挺好看的啊，所以那个织姬咱们这个在姬系列里头，哎，它算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品种啊。那么咱们画的时候呢，就根据那个。实际咱们市长把它稍微简化了一些啊，不像那个真是那个质地那个这么复杂，咱把它简化了啊。下边我给画给大家看哈、啊。织姬的画法呢，一般咱都从头开始画起啊。鸡的嘴啊，跟那个跟家鸡的意思一样的啊，咱不要画得太尖啊，不要画得像那个箭头似的哈、啊，上嘴比较宽，下嘴窄一些啊。他脸是红颜色的，一般真用朱标啊，用朱标挑胭脂画就行了。这个品种啊，有的也不太一样，这个红的有的大些，有的小些，这都可以哈、啊。啊，有的还有点坠啊，就跟那个。跟着那个鸡的雌鸡那意思的啊，有的品种有的没有啊，有的就是脸上有些红啊。然后呢，就把那个用深的胭脂把这脸画一下啊。另外，因为它还是凹凸不平，跟鸡的意思一样哈、啊，把胭脂点点点的啊。然后用重墨，重墨画头啊，头顶上有两片羽毛啊，近似耳啊，这是
织机的一个造型的一个特点啊。茎的部分有一个白色的环状啊，说这有时也叫这个环状的哈、啊。然后就接背了哈、啊，然后画十八画富余啊。飞鱼啊，这都用重墨的精了。尾上覆鱼啊，咱们先用淡墨把这轮廓画出来就行了哈。左是挑墨啊，画尾鱼。挑墨啊，呈折墨状哈、啊。那以后再接着画富余啊，然后趁着那个趁着湿啊，画那个尾上的花纹，原来花纹是一个大斜的，一个大点哈，一个小点哈。这一定趁着湿画哈，然后这么画胸，胸的颜色比较复杂，咱开始的时候先用胭脂挑墨，用胭脂挑墨画胸的地方哈，这个笔的颜色不要沾的太多啊，这种折式挑墨哈、啊，要把这颜色接上。要用黑颜色啊，画黑的斑纹哈、啊。用淡墨啊，勾出形状来啊。腿是黑颜色的哈，它后尾下腹鱼也是黑颜色的。然后趁着湿啊，趁着湿，咱们用藤黄稍挑点赭石啊。然后把这个颜色把接下来哈，有的地方啊接不住的，咱们你这适当再用哈，用赭石墨哈，然后就把这颜色把它接一下哈。腿的颜色咱就用折墨就行了啊，用赭石稍挑墨哈，织机的腿比较短啊，咱不要画太长啊。然后趁着湿啊，用重墨把指纹把它画出来哈、啊。
要把眼睛换哈。咱们下面说一下瓷器的画法哈。织机啊，瓷机呢一般都是淡折墨也可以哈，那个淡墨一下都可以啊，包括织机、掰弦、锦机啊，这个瓷器都差不太多，只是花纹上略有点区别啊。从画师也先从头开始画起啊。再把脸画出来啊，就瓷器也是有脸有颜色哈，有红颜色。要用淡墨啊，画画头啊。然后画背哈，背的颜色可以略深一点哈。然后背胸啊，用笔按它的自然结构啊，尾也是淡赭石啊，赭石墨哈，只不过瓷器尾呢就是画一点啊，有点表示就可以了，不要画太多啊。那个凿和胸肌是一样的啊，啊用淡折墨啊，也是趁着湿啊，把早温把它画出来啊。把眼睛画上哈，这个身上的花纹哈，身的花要等它略微刚刚半干的时候哈，咱们画瓷器上的花纹啊。这个画的时候就必须最好把它连开它啊，不要成那个龙凤状的哈，就是散方状的，这样画出纹来哈，它更自然一些哈。背是一样啊，背的弯呢稍微略重一点哈。叫它那个花纹的颜色和那个底墨颜色叫它融在一起哈，它这样就更比较自然一些哈。胸肌背上如果这么感觉墨有感觉是平的话哈，这个趁着半干时候也可以啊，点着花纹啊，这花纹呢就是局部的点了啊。
这呢它这个沫子还不久不平了啊，下面等它完全干透以后下这么进行照射啊。第一步照射陈荣，称单者时把眼睛圈上啊，把不完整的地方都用折射把它染起来啊。把翅膀哈，刺鸟的眼睛啊，然后还有背上哈露白的地方啊，都用折射把它染了啊。下步再用藤黄略调一点褶湿啊，把嘴画起来啊，再用湿绿啊，四绿最好用四绿哈、啊、如果咱们那没有四绿的话，就用这个湿绿再稍微挑点白粉就可以了哈。然后画尾上腹鱼啊，这个颜色要浅啊，不要深了啊。要等它半干的时候，再用湿青画那个尾上腹鱼的下部分哈、啊，别把这个湿绿整个冲了啊，在下部分。形成了上面褶湿，上面湿绿，在下面是湿青啊。这个直击好看也是在这点部分啊。另外呢，咱们再用白粉，把颈那部分，把它用白粉把它画起来。啊，用白粉啊。那咱们一般是以织机为主的画嘛，那么咱补景的时候，一个是把景放简啊，要减少一些了，不要过的复杂，因为那主题是机。另外呢，颜色和那个度数都适当降减，这样它是起到一个衬托环境，一个衬托时间来，一个是更好衬托这个织机它的颜色效果啊和姿态啊。那么在画的时候呢，尽量用淡墨哈，然后叶子哈，一般的再用颜色的了。就不能再用墨了啊。那么咱这个绿色呢啊，就根据情况可以偏黄一点绿也行，偏蓝一点绿都可以啊。叶筋呢哈，咱们适当的也得放浅了哈，这叶筋也不要用太重的墨啊。
就整个把烟把色调把它放浅了哈、啊。另外，适当的也画松一点哈、啊，不要画得太紧哈、啊。那个花的颜色的这可以啊，画那个红颜色的行，画紫颜色都行哈、啊。如果咱们画红颜色的话，真的适当的降浅啊。颜色不要过浓啊！尤其那个跟接近鸡的地方啊，颜色更要放浅。那我在下面画花苞哈，花苞呢适当颜色也要适当降浅一点哈。然后再点蕊啊，这个点蕊咱就不用纯胭脂了啊，咱用赭石啊，实际就等于降低色度了啊。用赭石啊，稍调一点，稍调点胭脂末啊，然后点蕊啊。然后咱们再用草蕊哈，在找地方点点蕊点哈，显示一下这草地哈。这点一定要把笔捻开它啊，成散方状，叫做有着湿的点子啊，有虚的点子啊。那么这幅画呢，真算基本完成啊。那么这道课呢，咱们就讲到这里。